穿搭博主会关注哪一些穿搭博主呢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列表里面的宝藏博主。第一个就是三 D 三，某博上面会比较火的。我一开始其实知道他是因为电梯口系列，但他的风格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大女生的，不管是皮裤也好，西装也好，他穿上去的感觉就特别的飒。穿衣风格比较街头，比较简约，又想要在细节上彰显自己个性的女生，其实就可以去参照一下三 D 三。第二个博主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，叫 Betty。这个博主他涉及的板块会比较多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看他的解析品牌跟当季秀场。即便是穿搭小白或者是已经有一定审美的女生，都会从他很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去 get 到我们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些时尚单品或者是时尚的元素，更多的是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审美上的提升。接下来这个博主叫杨梦金，其实他很适合的就是158的小个子去借鉴的。我非常喜欢颜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博主会超级适合你，因为他在颜色的使用上面非常大胆，你就可以在他穿搭上面看到所有颜色的可能性，而且他的风格没有局限，所以他就很适合那种经常喜欢尝鲜的女生。接下来这个博主叫萌猫，应该是在法国生活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感觉，我觉得他很像杜鹃，就是他们俩都是属于那种清淡挂，然后所有的东西在他们身上都有两个字，奢侈。他基本穿的颜色都是属于偏大地色，所有的款式其实都很简约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让你觉得生活可以慢一点，穿搭没有那么难，好像基础款也可以穿得很松弛。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穿衣风格比较简约偏轻法式的话，我觉得萌猫就会特别特别适合你关注。如果你们是有一些比较宝藏的博主，你们也可以推荐给我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种种草。